好，講翻少少先啊。上場咧，傑志就冇咗何月玲嘅。咁今因為受傷嘅關係啦，咁今日咧正選係冇佢嘅，咁樣就後備會有佢嘅。咁另外咧，傷咗好耐要做手術嘅李永恩咧，今日亦都有著翻波衫，咁就喺後備度嘅。咁其餘你而家都見對，即係車路士都係同上場一樣噶啦。不過今日咧，傑志就會係擺邝永恩做正選嘅。咁其餘嗰啲都一樣啦。加斯啊，嗰啲都很齊到嘅。咁就係冇咗曾浩恩，咁就係邝明恩，佢代咗佢正選嘅位置。各位觀眾，嗌多啲人嚟睇直播啦！因為始終今場嘅重要性係大過足總杯好多嘅。
係我賺唔到學校個門啦。
個相受傷自己時間叫多啲人嚟睇啊！百四未夠啊，上次都四五百嘅喎，呢場就重要過上一場喎，因為贏咗聯賽冠軍嘅一隊就可以參加女子亞冠嘅外圍賽。咁樣就會同啲菲律賓啊、新加坡啊嘅球隊爭入分組賽嘅資格。Yeah!
雪啊，嘢又其實家私不嬲係個信心係爭啲。即係佢做決定咧，同埋佢跑咧係會慢咗啊！就係、是、個信心硬係唔係好夠，點都唔係好夠。冇錯㗎，啱㗎，係啊。
不過預咗位啫嘛，只係。咁你只要係立心衝入去，起步快，咁樣咪會有機會追唔到咯。
一次嘅，因為大部分同上場一樣啦。車路士正選30梁吳婉琪、4號姚希文、6號黃曉婷、7號陳詠琳、10號梁康橋。咁又再係19係曾麗薇、21胡彩瑤、23陳怡興、28宋麗文、29 Mandy、32馬澤順，同上場一模一樣。至於傑志得一個調動嘅啫，比上次就係冇咗11曾麗欣、7號方永欣踢正選。而正選名單，傑志1號梁慧雅、6號黃家思，然後就係8號傅。8號胡超文、9號鐘美琪、10號 Isabella， 咁樣就係7號係邝永恩啦，14號係丹尼尔、16刘丽晴、17张伟琪、23何梅薇、33朱素君，一模一样啊，咁就都系差唔多，个正选名单都系。最好我相信都是他的信心一路翻翻嚟，因為可能頭先因為嗰個越位的決定做得啱咯，信心球員都會大咗，因為始終喺個劣勢的之下，因為而家去到37分鐘啦，仲係傑志落後緊一球。
啊，出俾大家睇啊！整咗啦，啱俾大家望下。